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熊场。今天呢是新系列啊，带着观众探险去。今天呢要去的地方叫做南投日月洞哦，是由一个观众 A0977080406 所提供的。那这个日月洞呢也是有一段故事的。他呢其实是一位老先生，叫做陈清泉。他呢因为台风哦，房子毁掉了，秉持着人定胜天的一个精神呢，凿山为屋哦，总共呢从民国58年耗费了10年，终于完成了哦，一个差不多约50公尺的人工石洞哦。今天呢就是要去这个石洞一探究竟，现在要先去收集我们的伙伴。嗨嗨嗨嗨，好了，各位探险群第一位观众，哇，你这是头香哎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那里耶，这是你之前做的，哦哟，这是肥皂吗？对啊，手工香皂，对啊。人来就好了，哎呀，那么搞勒手。好了，接下来我要速度前进了。另外一个伙伴在南投，超远。哎、欸，你是说你几岁？21啊。我是觉得我好像老了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24一下就快30哎，到30就变成中年人了。40岁就可以那个开始准备退休。对啊，欸、是很恐怖哎，人怎么老那么快啊？哦、好了，各位，历经了一个多小时啊，终于来接了另外一个队员啊。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要去哪里？是很早就来了。100公尺处，我啊，对啊，提早了快一个小时，太早了吧？乡间的感觉。所以当初探险群在找人的时候，你们都不觉得有点害怕，怎样？觉得就直接给他冲一波啊！不怕被我绑架吗？不会啊，你敢绑架我，怕我绑架你？欸、真的、欸，我怕你们绑架我哎、欸。向左转。哎、欸，探险的感觉有没有出现啊？有了。那是一个洞哎、欸，是啊，要下车帮你看吗？我是觉得有点哦，哎、欸，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，很屌。真的，哎、欸，真的不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屌、喔，走路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开始就要探险了哎、欸，等一下、欸，太快了，哎、欸，太快了，你们意识到这一点了吗？哎、欸，各位观众看一下。因为车路已经没办法开了啦，那现在就是要可能车就要停这里了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正式的入口了。虽然说呢，前面原本是可以上去的，但是已经变这样了。这是到底多久没有人来了？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徒步先开上去哦、喔，会怎样不知道啊。我刚刚看是开车还要5分钟哎、欸，好不好？OK 啊，没办法，我回头了。好，先到这里了。感觉真的是，哎、欸，这个路很滑哎、欸，滑真的很夸张哎。我就先当第一位了啦。我觉得好像有点迷失了、欸，迷失了方向感。怎么有香蕉啊？要不要吃吃看？没有人，谁、欸、敢吃啊？再猜拳一次，再猜拳。哎、欸，那个迷之植物掉在那里、欸，哎，那颗是什么鬼啊、欸？你看那个前面那个紫色那个，怎样要猜拳啊？现在就遇到什么事先猜拳就对了。这是路吧？是吗？来，下是英勇的画面。正所谓走第一个的都是特别危险。OK， 问猜拳啊，来，猜拳，来，你代表的是这个，我代表这个，来，那你代表的是这个，土丘之拳，两边都不像路，你知道吗？剪刀石头布，布布 ，Yes， 这边才是路啊 ，OK， 好，我先走，好 ，OK，Let's go， 砰一声摔下去，哎呀，迷之植物在你身上磨蹭呢，哎呦。哪里？你看这颗棒，这颗棒槌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是哪行的呢？你看，队长啊，队长，现在队长。这个酷谁？哎呦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现在洗衣服啦。冲第一个就是队长哎。哎，很转，很转，很转，哎，太转了吧。好，这根了。哎呦，这不会是队长哎？队长，你怎么武器啊？队长，我加八树枝哎。此时此刻，我更担心等一下日月洞。队长，队长就是要吃蜘蛛网啊！可能会吃，很利油，很利油这个。好，要猜拳，又要猜拳，不然应该是走这边过去。哇！哎呀，哎，哇！物理攻击，第一次探险就跑到这种地方来。原本以为只要走个洞穴而已。卡边。
队长，看点，你看点，队长，我都不是很看点了。很明显的，这里有条路。第一个，哎，600公尺，快到了。对，600公尺，我们平均1200公尺，1200公尺。所以这条路是正确的。对对对，正确的，正确，正确的，这是路哎，这样哎，这是路哎，这是怎样啊？哎，真的哎，真的哎，哎，有了有了，队长，队长神呐，啊！哎，歪掉了，歪掉了，怎么这样？不，嘞，我没有走在正轨上哎，哎，为什么离那么远啊？我们就直接开路了啦，没有再走回头路了啦，正轨了，哎，成功了，哎，又切回来了，恭喜你中大奖了，哇，队长有学，学 ，OK， 没错 ，OK， 是有住宅的，可是有人的话代表路啊。这个屋子应该很久没有来了。来啊，猜拳啊，去问路一下、啊。怎么了？你被物理攻击了吗？应该可以看多长？看戏，看戏。有人在家吗？我们迷路了。啊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有，没有，不用。这个被嫌弃。丛林的迷之叫声，叽叽咕咕的叫，哎，赶快去攻击啊，青蛙公主！你们看，哇，喂，哎，你刚刚触动了什么？青蛙网哎，青蛙启动了什么？哎，其实我们还是走在正规上了，只是这种路，可能是那个啦，真的是路吗？路滑就那个，山崩地裂是不是？对啊，遭山崩了。哎，没事，没事，慢了，哎，这里，慢了，好，求生高手来了。我贝爷是你，你刚是失败了吗？你英勇的一幕我都会把你记录起来的。目前只剩一条裤子。我觉得今天影片一出去之后，探险群马上只剩下两个人。不会啊，还会更多哎。好，各位，小组会议结束啊，与其在绕路，直接开那个切西瓜了啦。哎，你看看这个，哎，土地界标哎，这算是稀有的地标了哎。哇，这个 ，OK， 好，哎，哇哇哇，哎，我们找到了，哇，太神了，哇哇，太成功了啦，这才叫路嘛，哎，上面有那个啦，哎哎，不会吧，为什么有路啊？那我们刚刚都在干嘛？哇的哟！我刚刚在运动，我刚刚整个开山辟地耶！哎，这完全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，没有在跟你五四三的，掉下去就掉下去。这是上天在给我们打气，有没有？希望。刚刚获知了一个好消息，终于有水源了，有没有？很开心的感觉。哎，这种亲切感真的很不错哎。蚂蚁中的浩克，哎，超大的啦！哦，是停车场啊！哇，还有篮球场哎！嗯，看到了，在对面的山上有一个洞。我们终于可以进来了。哇，这种感觉了。哦，你有蝙蝠哎。还有岔路。往左边。前面路很窄哦。好，来。好。向方向去打。哎，哇，你这样子不简单，这要椅子哎。哇，你有标示哎，哎呀。走大的还是小的？你觉得？应该是走左边。左边吗？好。对。哎呦，左边没路啊！好，你就只能走。我靠，这真的假的啦？只能走这条。阿北，你真的太猛了！哎，阿北太猛了！走喽，走喽！哇，等一下！哦，哎，等一下，你们这里要小心哦！太急了，这是，我很怕你们过不来。帮我松一点。没问题。别往低了。来吧。对，用滑的。对。对 ，OK。小心。你的帽子要小心。OK， 没问题。人生好多蝙蝠便便哦。对啊，哎，其实很多。
很多生物哎。我靠，哎，这样，你们快看，你们快看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了？啊，不行不行，哪里啊？这里这里呀，物理攻击很大只。哦，那就是那个啊。那个百足蜈蚣吗？还是什么？哎，那个不会动吗？走喽，尽量不要去惊动它。好走。说走就走了。哎，你也不要走了。我不知道摄影机清不清楚哦，其实里面真的蛮大的、啊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出来了。哇！哦，谢谢，真的很感动哎。你们小心走啊，好好。哎，你们现在有感觉到什么叫做天降甘霖的吗？嗯。帅，我们现在一整个就是很诡异啊！我们现在一行人就很容易被误会，你知道吗？欸、很高追的，这个好像那个你有玩的青蛙那个 APP 吗？哎、欸，有，很像哦。好了，拜拜。好，各位真的很屌，好不好？这一次就是日月洞哦，还不错啦哦。运动感觉真的很棒，感觉肥宅都变瘦宅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探险群的出游了，好不好？探险群，对吧？ Yeah. 那我们就老样子，影片分在明就有新影片，来交给你们 ，See you。你在荧幕上看跟这个不一样的。薯条刚站起来就很漂亮。好，谢谢。好啦，各位，现在是我们的晚餐时间。耶、yeah, ，超棒的，谢谢英雄。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土味的手，然后混着薯条，这样土的味道不错。